修行不是一定要宗教的，没有宗教都一样修行的。有些没有宗教的修行要极好的，我们好像我们在念经的时候啊，带他来身边嘛，帮他身边给他听经嘛，怎样帮他修行，不能不帮的，没有不帮的，没有说我在修行，我帮你修行，没有这回事的，没有这回事的，除非带他进来，给他我们在念经给他听而已的，就好像我们吃饭，我自己吃自饱，没有可能帮你吃饭自饱的嘛，哦，所以呢，要听就带他们进来，啊，但有些地方呢，不被宠物进来的。有些地方佛堂啦，佛堂有些不好、哦、但是现在没办法，他们也开放了，他们开放了没办法了，因为他们已经讲出了宠物也是众生级 的一份子，只是他们做了宠物、哦、变成他们是一个小狗啊小猫啊、哦、这个是他们的前世的事情啊、哦，变成畜生道了，所以他们有时还在修行。所以今日我哋念呢部《阿弥陀经》呢，《阿弥陀经》系讲西方有一个极乐世界，呢个极乐世界呢，见波收嗰啲往生者，所以佢哋都属于我哋嘅众生之类之一，佢都属于一个人之一，哦，但系人其中的一个八仙入边啊，哦。所以有生命的呢，都是属于众生的、哦、甚至鱼类啊、游水的鱼啊，都是众生之类。今天像家了，像里面了、哦、有时像外面，有时像里面了。这边。谢谢。哎，哥哥。
开第七篇哦，《莲池赞阿弥陀经》，而家就念一部《阿弥陀经》啊。有佛菩萨讲过嘅嘢，哦，呢个西方叫世界咧，系接呢个往生者到嗰度修炼嘅自修嘅，所以唔系讲净系死咗，净去到西方极乐世界修炼嘅。啲用宗教嚟修法，有啲冇用宗教嚟修法，佢都系一种修行嘅。所以每一个人都系修行啊，甚至我哋喺做修行嘅时候，最紧要嘅重点就系有负责任。好似我哋帮人，比如讲我哋冇去做生意，我哋夹机帮人打工咁讲，我哋八点到五点，我哋用我哋责任。第三篇。